哇，昨天晚上雪挺大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今儿个外头零下25-26度，昨晚上那雪都下冒烟了，刮屋去了都。今天媳妇没搁家，整点硬菜。哎，看这门口的雪下来，哎呦我去，吹不开门了都。今儿个媳妇没搁家，整点硬菜。有认识这玩意儿的没有？这叫黄瓜钱儿，就是黄瓜干儿。这玩意儿清香味儿，搁肉炒，大脑瓜我给它切碎了，炸点肉酱。家里还有块大豆腐，往上一浇。肉炒西芹，还有个硬菜呢，我早上烀的，烂不烂乎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瞅着好像不错呀。猪蹄子，给它炖一会儿，收收汁儿啊。这色儿没太上去呢。哎，转干水分。也2块，要不然3块1块。你再焯它，来点小肉片吧，来点十三香，腊肉、西芹、放盐，海鲜酱油。素炒西芹，下肉片，下葱花，来点干辣椒，十三香，海鲜酱油，放点肉黄瓜钱儿，放少许盐，下肉出锅蒜。肉炒黄瓜钱儿，下入肉末，少许辣椒面，放入东北臭大酱，再来少许黄豆酱，关火关火，大脑瓜太焦，往里一怼。火了火了，这样一浇，哎呦，这菜你就来吧，肉末豆腐，猪蹄子捞出来，凉快了，妥了，这就，哎呦，今儿菜太硬了，肉炒黄瓜钱儿。素炒西芹，大脑瓜拌豆腐，这是大猪爪子。媳妇儿没搁家，高低的皮夹白。哎呦，这菜太硬了。媳妇儿没搁家啊，老规矩，喝点儿。媳妇儿搁家也喝点儿，来吧。媳妇没搁家喝的更得劲儿，我跟你说。来整一口。哎呀，来口黄瓜钱儿。哎呦，好吃。清香味儿。还哏着。还脆，好吃。黄瓜钱比黄瓜好吃，黄瓜水了吧叉。哎呀，我来口这个，这家伙可老好了。
哎，我太会吃了。大脑瓜烫一下子，把这辣味就拿掉了。拿掉之后，哎，就不那么辣嘴了。这太椒也是，烫一下子，不烫一下太辣。这肉酱你整咸点儿，这太淡了不好吃，咸点就当酱吃，啥毛病没有。哎呀，媳妇不搁家吧，我就乐意吃点这个素的。媳妇搁家吗？就得给他整点大鱼大肉，我媳妇原先的体格老好了，总不感冒。最近也不知道咋的了，今年感冒四五回了。不给他整点好的补补不行啊。今儿回来的得晚点，让我先吃了。今天他得七点多能回来，然后晚上11点再回去。哎，一天紧忙活。但今天我让他吃点好的去。哎，今天下午孩子半天儿。哎，他俩出去吃去。我就自己在家对付一口。就完事儿。哎呀，好久没吃猪蹄子了。这我自己呼的，不知道啥味儿。自己卤的，就搁那个现成的卤肉料包，嗯，味儿不错，不知道买的是，就这猪蹄儿啥时候买的我忘了。好像得有一年了。哎，喝点白的，这菜高低得喝点。哎呦，这瓶又要没了，得了，不倒了。这喝太快了，三天一瓶，一天三两，其实不算多啊。来，整一口。哎呀，哎，其实啊，像我俩这种情况，人到中年最容易产生中年危机。我说这话可不是危言耸听，都在一个城市，还两地分居。我呀，成功的化解了一次中年危机呀。我兜里吧，其实没多少钱儿，但是呢，我有多少钱，我媳妇儿也都知道。我呢，前天晚上我就看直播，买了一个球杆儿，我不乐打点台球嘛，就买个台球杆儿。买个台球杆儿呢。你说那时候大伙都在抢手工杆儿，一个杆儿就一根儿，独板，我就相中了。这杆儿不便宜，
我就抢啊，抢完了这玩意儿能退，朋友们能退。抢完了完我就忘告诉媳妇了，按理说抢完我就告诉她也没啥事儿。第二天回来了完我也告诉她了，能不告诉吗？告诉她之后，她就嫌这杆贵，就有点不愿意了。不愿意了完我就给他讲故事。我说你要说买啥，我不带嫌贵的，我媳妇说我也不买啥呀，我的钱都给孩子花了。我说那你就不要拿你的标准去衡量我呀，我说我也啥也不买呀，烟也不抽，喝点小酒，整两个小菜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就乐意玩会儿台球，我还害怕台球厅那烟呛呛，因为我就特对烟特别敏感，闻一根烟就吐。然后我说我自己买的台球案子，我说我也不干啥呀，没有啥兴趣爱好啊，咱也不打游戏，啥也不干，一天笑笑听听的，老老实实的。我媳妇儿就说还说，然后我就说一句话，这句话坏菜了。我说早知道你这样，我不告诉你。这话可坏了，菜了，所以朋友们这话千万别说。什么善意的谎言呢？不能说这话。你要告诉你就告诉，你要不告诉就不告诉。你可千万别说，早知道你这样我不告诉你。那就坏了，那就坏心眼子了，那就完了。但我成功给他化解了。我说我这不是直接主动就坦白交代了吗？我说人家那还坦白从宽呢，我还有两年半。媳妇这两年半看不着我，他也挺闹心，他也挺担心。咱就不能让人担心。得让人放心，媳妇放心了，她能一心一意整孩子，哎呀，都轻松，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，朋友们不能扯那立根灯，干杯，明天见。